有没有张国荣帮我们的登场？我觉得老师是非常的惊讶，我也觉得他内心是崩溃的。老师不光是给张国荣大家上，他内心是拒绝的。我们准备的礼物呢，让我先冲着大家坐一下，他为大家洗礼，对吧？对吧？那我要给大家洗一个饭，怎么洗呢？把右手在前面，左腿在后面，左手放在前，前，右手放在左腿上，蹲下，蹲下。金凯，你真美，美人，小美人，小美人，听我讲。心里是有要求的，你要慢慢的蹲，还要慢慢的起，中间啊，小美人好美啊，这才是表现了一个女子的沉稳跟尊重。我们再来一遍，来，把老师的手臂带着你，好，对，右腿在前，左腿在后，左手放在这里，右手压到左腿上，慢慢的蹲下，低头。啊！金凯好美！天哪，金凯太美了！天哪！天哪！好了，我们大家已经在台上给你们洗了这个礼物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刚才是敬礼的动作，我们要学一些动作啊，比如说把手袖搭到这里。非常的关注我们，啊，小美人，我们干进去好吗？谢谢。